定的沙门，沙门就是出家人。沙门就是讲勤修戒定慧、熄灭贪嗔痴的出家人。啊，作为领导者啦，啊，都拄啊讲主持啦、长老哈。六方礼经就安讲：福建得其善者长治，恶者万里之。我以善知识相随，自地成佛啦。佛祖安尼讲，讲恁这地主啊，你智爱用智慧、目睭、八合金看明，选择迄个真正有德行的善知识，安尼你就去从，就是去亲近啊，跟随，顺从伊对伊学啦。啊，那迄个歹的，人讲恶知识，就是小相知认识迄个恶朋友啦，啊。就爱撇较远，啊，无你会同流合污的哦，互教歹念歹去。佛家己安讲，讲我无始劫以来，就是拢，含善知识吼，亲近名师善知识，相随就是听较紧条条亲近的，所以今仔日才会成佛啦，华严经安讲。菩萨因善知识啊，相令成长一切善根啊，譬如雪山成长油草啊。这菩萨要修菩萨道啊，都爱亲近迄善知识好的名师啦，指导，安尼就会当成长迄个善根。善根就是所修的德行，善根就是善的根本啦。道行的根本，亲近善知识的，当增长道行的像，伫雪山呢，就会发起油草。善知识就像雪山咯，雪山呢，即回阮去印度，我去尼泊尔，尼泊尔拄啊，我近个喜马拉雅山，哦，规个拢落雪，伫分期顶看吼，山脉连连拢白苍苍，嘿，所以即、就是中国。西藏啦，迄样嘛拢出产出产四川拢出产油草，也拢伫喜马拉雅山下骹尼泊尔嘛呢。前一阿含经就安讲，众善成就啊，即得顺意，无有邪业成就解脱，成就三昧智慧解脱之见，即正报呀，什么就是精宝呢？咱讲皈依佛法精三宝，什么就是出家人精宝呢？啊，就是即只咧讲的名师啦，就是讲伊拢啊弃恶行善啦，众善奉行，善行拢修好，啊，佮积德积德，就是毋是虚假，实质内底毋是空壳的，啊，食正德佮实实在在，啊，所做拢顺迄个佛法的意义。啊，无有邪业，心口意，拢无迄个邪业，拢正业，无做迄个三业啦。啊，成就戒法，戒行啊，加清净无破戒。啊，成就搁坐，三昧就是坐禅定。啊，禅定一定发挥，了解佛理，搁参加开智慧，啊，自然啊解脱，解脱低见，低见就是家己知影讲正到什么境界。这就是，这款哦，就是精宝啦，啊，就是这咧讲的善知识啊，名师，善生诸经就安讲，教诲其信，生其戒行，生其道文，生其布施，生其智慧，处沙门我需要。这沙门就是出家人印度话，翻译就是勤摄、勤修戒定慧、熄灭贪嗔痴啊。什么就是沙门精宝呢？就是讲做名师有啥责任呢？第一，教信徒，使会当升起对佛法信心，皈依三宝；第二，会当甲修戒，使伊持戒要做歹犯罪；第三。甲讲佛法，听属于道文佛法，
第四呢，毋通顾家己，着搁去布施，啊，救苦救难，财施法施。过来就是爱修智慧，这就是做一个精宝名师的责任啦，五件代志。欲救安怎讲？欲兴复于命，体命复于兴。拄仔咧讲主持，毋通加一个挂名。欲救安讲，任何代志，宁可家己做较济，袂使干那一个虚名。譬如讲，人救济一万块，互人学到讲救济十万，迄就是遐名铺伫迄个行顶面，安尼迄是可耻个啦。袂使名铺伫行，实行咱做报四十万，互人讲伊敢出一万，安尼袂要紧啊。大法古经在咱讲，虽上千言啦，救命如渡啊，不如一说去接二度。讲一个出家人呐，虽然捌遮济佛法吼，遮个讲会上，就是讲会背到几千句、几千本。啊，但是爱贪爱迄个虚名，哪来哪着迄个名声？即款呢，啊，不如吼，捌无遮济，敢捌一句，爱当写起迄个贪名的执着，无爱名就对了。安尼捌一句啊，比迄个捌一千句搁较济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年，转来台湾了，看到这个高文的佛经足深，所以发愿每一本拢甲翻译白话，到即卖已经翻译125本，每一本翻译好拢印几万本，全台湾逐间佛寺、逐间大学拢寄来结连，啊，若是在家居士，有需要助因都有寄予。到即马全世界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拢定写批来甲我讨。迄日啊，马来西亚一个林居士，搭来由戴振峰教授介绍，来甲我讨100几本，讲伊伫马来西亚要设一个国际网站，放我全世界拢收会到。嘿，安遮若有一点仔收入啊，都拢应景送物咧卖，啊，搁救济急难。佫收几啊高字，用伫两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自修班，啊，继续不断地招收一挂男众、女众，想要出家培养因将来会当为佛教方法立身。啊，我伫电视所讲个遮，因着出版电视讲演集九本，各位若有需要，煞敲电话来本市。安遮头前店就是镜头即间，内底有一尊300吨个观世音菩萨。那是清朝台湾知府张公子由南海普渡山请啦，真正南海观世音各地来参拜，拢得到一大个灵感。但愿观世音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严古刹新桥弘誓，供奉南海普渡山300年观世音菩萨圣像，欢迎十方信众前来朝礼。新桥弘誓数十年来推动译印白话经册90多本，赠送海内外。另外，办有学自修班、修养高理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十方大德来扶持。划拨号码：0044858584。
户名新超风师，电话07631222916318391，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，弘扬正法，祈愿长老上品上身，早日趁愿再来，广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各位慈悲的神明菩萨，阿弥陀佛。每一个人都知道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利益众生，一切快乐来自于帮助其他众生离开痛苦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一个最方便的方法，就是什么？把佛像、把经文、把咒语印在帆布上，刻在石头上，随风飘。风吹到哪里，三恶道的众生就离苦；风吹到哪里，这里面就有三宝的加持力，当地就可以消灾延寿，就可以圆满，就可以满愿。所以中华印经协会生命电视台大量免费的制造很多经幡、咒语、佛像，到处送给人家，挂在车上，挂在山上，挂在任何地方，让佛陀的教法大慈大悲弘扬在全世界，让这个世界消灾难。所以大家多打电话来，我们就把凡旗寄给你，也多护持印经协会这个大量制造三宝风马旗的功德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行。见到你笑，北岸的天空变得晴朗，跟着你笑，幸福充满整个心房，毁掉所有骄傲，留下慈悲的温暖，水洗拥抱分享，阳光的灿烂，喜乐的心是飞翔的小鸟，自由却不是方向，飞得高看得远，去感受世界的美好，喜乐的心是神奇的舞蹈，旋转出生命的美妙，有了伴一起跳，才能发挥出力量。